伤害你啊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展颜是不是在这个房间？哦，你是来看展颜的？啊。你挺够意思啊啊！听说你钻进地下室去救展颜，你当时怎么想的？你不怕被埋在里面吗？帘子掉下来了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没事儿吧？我姐没事不用回来，这不有我呢吗？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回来吗？指着你照顾你姐姐呀，啥也止不住。小妍在哪儿啊？720啊，720。你的伤还好吧？医生说，多亏你消炎包扎做得好。我说是那瓶白酒好，我建议医院引进一批，既能麻醉又能消炎。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记得我们在地下室的时候聊了很多，说好要保密的。这个我知道，我是说最后那一刻。记得，但是我还记得，我记性比你好，也应该比你能够多记那30秒。也没关系，我会等你记起来。小妍，躺下吧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病房了。罗律师，谢谢你救了展颜，谢谢。蔡医生客气了，这声谢谢，展颜还有他的家人。都已经跟我说过了。小妍，我不知道你对我很失望。说实话，当时我也很慌乱，我刚想把你从里面拉出来，你就被封在里面了，就真没想到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这件事情我是说，我做的是不对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吗？自保本来就是人类的本能，这事儿你没错，我也没怪你。我这件事儿我确实做错了。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我的错误，不，以后我会照顾你，保护你，
我会给你最好的生活。我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危险。真的。雨潇，我以为我在民宿里说的已经很明白了。我俩之间本来就不合适，无关乎于这场意外。但你还是我的好学长、好同事。只是，就算没有这场意外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不，小云，你听我说，我当初同意你说分手，是因为我想用时间来证明我自己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这辈子我没喜欢过别人，我跟你在一起我是奔着结婚去的。你只爱你自己。你爱的从来都不是我。累了，想歇会儿。谢谢。